今天老公斥巨资给我来个大龙虾，终于有口福了。今天咱们来吃大钳子啊！妈妈，我要吃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妈给它杀开。哎呀，要开了！哎呀，不行，宝贝儿，等会儿爸给你开哈，妈先开个龙头。哇，里面有脑子。虾脑，先来一口，过瘾啊！这口给闺女，能给我换个大勺，这是我的勺。喜欢吃龙虾的双击双击啊！嗯，大钳子都掉了，宝贝儿好不好吃？等会儿妈给你吃肉好不好？今天来串鲍鱼撸串啊！数数一共几个，辣椒油，海鲜配辣特别过瘾。看我再吃几个，太棒了！今天来个大家伙，咱们来点红油，再来点辣椒酱，料要足，才够味儿，盘它啊！如何下口？里面是啥？嗯，得有助理啊！老铁们，咱们今天来一只面包蟹啊！咱们先撒上辣椒面，老铁一定要给我双击，拼了！铁子们一定要给双击啊！火鸡面调料，咱们再加上这个辣椒酱，看到吗？好几层辣了，来一块。还是辣椒，朋友们给我双击吧！天热了，身子有点虚，来点大肥蚝补一补。老规矩，不吃辣，你们不给我小红心。我今天再上点辣椒面，拼一把。铁子看得过瘾，给我来个小红心。火鸡面调料，好嘞，我拼了啊！老婆，老婆别吃了，亲戚来了，太辣了，我来吃吧。平时也就算了，老铁们给我老婆一个小红心，我来吃。这太辣了，老公。老铁们给我们个小爱心吧。